同学们，今天这个并不是发现新美食，这个地方我们很久没来过，吃过了，给大家看一下，就是这个烤肉沙拉啊，然后有，这是鱿鱼还是送的小小水果，这个是土豆泥，贼好吃，你看啥肉，好吧，这是主角，等一下还会有，然后这些东西沾一下汤，然后就放上面烤就可以了，然后就很好吃。这是一些什么花生芝麻之类的吧，还有孜然在里面，店家自己做的，贼好吃啊。这个就是辣椒粉，哎，那岂不是要吃一口，哇，这个肉漂亮哎！泡菜五花肉拌饭。Hey everybody， 今天是10月7号，国庆的最后一天，然后今天也是重阳节，今天也是第98天，一个不可思议的数字，98，好吧。然后本来今天买那么多课的，但是不断的有人啊临时约课，结果时间又比较满，现在我大概还有1小时20分钟可以练一练 ，OK。然后昨天晚上。我教学生的时候做了做俯卧撑，贼疼，但是我觉得我顶得住，好不好？明天就是吃自助餐的日子，为了这个，我生孩子都顶得住，没什么顶不住的啊！下水，乖乖准备，然后还是像我以前那样子打腿，第一组10个50米，1分10秒包，第二组6个50米。哎，你猜怎么着？也是1分10秒包，好不好？第三组4个50米，1分包，就这么干，好不好？然后练完这个之后，我争取游8个100米，看看我的手怎么样。然后如果感觉好，就再往上游，是吧？10个、12个、16个都可以。感觉不好的话，我就连续游个1000米这样子拉长游。OK， 就是今天的计划了。然后等一下还有时间的话，我就跳跳绳，再继续练练我的啊二头肌。我昨天练的真的挺多的，但是没什么反应，重量不够。OK， 今天就这样。8个100米自由泳，1分40秒爆杆，包下来就可以了。终于把他忽悠下水了，是吧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后期的梦觉。这里跟大家说一下哈，我这里好歹坚持的也有98天了。自我训练虽然不怎么刻苦，但是好歹有点效果。而我们的黑叔呢，他就一直没有好好的练，所以。
在今天的计划里面，他游的比较吃力，好吧，这个付出还是有效果的，是吧？就是这么一个情况。其实我们的黑叔是属于偏向于训练型的，他训练起来很猛的，然后他比赛呢也是那个主项是长距离，所以他游那个中短距离，短距离吧会比我差一点，但是长距离耐力方面他比我强很多啊。如果他训练的话，嘿嘿。我先检查个时间，我觉得很简单，十斤而已，好几次都没有。我觉得很简单，十斤而已，好几次都没有。好，同学们，刚刚一不小心我们就游了两组8个100米，1分48，感觉就是啊，拍不起来，慢不下去。接下来我们再拉长，游一个400米，拉长了是吧？从最前面到最后面，越长越好，把整个人拉得笔直的啊。他的手滑不动，然后还带黄学长，逆向思维好不好？逆向思维，哎，游不动的时候。就要加油，是不是？
你怎么了？什么都没有发生。好，同学们，刚刚啊，眼睛尖的同学是不是发现了？我有一段距离啊，是有一次杨勇滑手，有一次自由滑手，有一次杨勇滑手啊。就玩一下是吧？有的脑壳他晕的。好，接下来再给大家表演一下吧。好晕是吧？所以要反方向再游回去。那同学们，这个东西实际上就是闹着玩的，好吧？在很久很久之前，我拍过自由泳入门教学视频，里面有提到过考卤猪换气，就是帮助同学们更好的去掌握一下转头换气这个概念，然后就搞出来这么一个，我把它叫做转转游，是吧？这东西其实很简单的，就慢慢这么搞就行了。如果同学们如果有兴趣，就走一波弹幕。让我看见你们非常上进，想要学习这种啊稀奇古怪东西的心，好不好？有这个心，我就给你们拍教学视频。如果没有一波弹幕走过去的话，那我缺素材的时候再拍，好不好？总有一天我会不好讲什么，我就拍给你们看一下。今天的训练到此结束，就等着上课了。然后晚上打羽毛球，非常完美的一天。OK， 同学们，我知道这个视频的时间有些长了，但是我们黑叔作为一个热爱音乐的人呢，他想要在这个重阳节的日子里给大家带来一首哈九月九的九，所以接下来进行欣赏，敬请欣赏。你知道个什么？一、二、三，重阳夜。重阳夜难聚首，时下的人都飘了在外。不是吗？重阳夜难聚首，时下的人飘了在外的。你前面加一句又是九月九就可就对了，好吧？他就没有。我知道啊，但是你前面加一句就对了。又是九月九，重阳夜难聚首。对，对吧？回头。我痛得那么别扭，难道在外头？又是九月九，重阳夜。难聚首，思乡的人儿又怎么走？又是九月九，愁更愁，情更忧，回家的大声始终在心头。走啊走！走啊走！走到九月九，他乡没有烈酒。没有问候，走啊走！好，同学们，刚刚我们唱这个九月九的九，
啊，我们黑叔为什么一开头唱的那么艰难，是吧？开头在外头啊，这怎么回事呢？我们查这个百度百科，查这个歌词，然后大家看，是不是第一句就是“重阳夜，难聚首”，然后我们就按这个调调去唱，就唱成这个样子，好不好？那，哎，这不对呀、啊，怎么会这样呢？是不是第一句不是这个？是不是？大家往上翻，就会发现第一句是这里，他中间莫名其妙的给我插一张图，啊，第一句和第二句之间搞这么大一个段落。你我们一看歌曲歌词有张图，就直接默认这是第一句了啊。重阳夜难聚首，请问是谁这么编辑的啊？讨厌，每一个重阳节你都误导了不少人啊，误导了不少人。嘿嘿，同学们，我晚上又打了羽毛球，是吧？感觉自己今天又是非常健康的一天。明天要去吃自助餐，去澳门，然后也好像没有时间练。那今天晚上呢，就控制一下，吃少一点，是吧？两个小李子，然后这里哈、啊、就一些些，枣子跟葡萄，因为这个枣子实在是太多了。他给我寄了五斤，所以我们每天都要吃一些。嗯。好，同学们，今天晚上真的是属于控制了一下，是吧？真的没吃多少。所以啊，自信的站上去啊，自信。怎么还是88哦？明天我这个自助餐一吃，那岂不是上90吧？不得了。明天之后好吧，真的是要控制饮食了。我这几天实际上说实话吃的都不是很多，真的是上班就真的只吃饭堂，回到家里面就只吃些水果，只不过是水喝的多了些而已。哇，我这么重怎么得了？我练也练了，是吧？是时候要稍微的控制一下饮食这个东西了哈，还是很值得研究的。 OK， 同学们，明天将给大家带来丰盛的哈澳门自助餐，就是吃吃喝喝，然后到处拍一拍，好吧？非常美好的一天，早睡早起，嗯，拜拜，同学们。